丞相还在观望等待，袁绍弃胜而来，本应当取进攻之势，今却以盾牌为前阵，棋在手啊！袁绍可居守势，丞相却不能如此。我军精锐一役当时，应以急战挫其锐气，攻其骄横。若千言日久，粮草不敷。 是可忧矣。哼！丞相以70,000之众抵挡70,000敌军，必须当机立断，稍有迟疑，军心怯。 袁绍，我于天子之前宝座汝为大将军，今何故谋反呢？如脱名汉相，实为汉贼，反诬人造反，罪恶弥天。我奉诏讨逆，我奉衣带诏讨贼。擂鼓。